大江江湖，我今天玩哦。去找一下。天哪！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在一起，哪怕我真心真心真真真心。所以今天这集要讲什么？一剑领取。怎么那个？所以有没有一件出卖吗？采花贼，继续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哦，我觉得这剧真的好精致啊！但是我比较想要先把角色讲完。小乔，我们上一集讲到哪里啊？其实我们都忘光了耶。来，大乔。我们想先把这个游戏的美人讲一讲啊，因为我觉得她的美人还蛮漂亮的。